Hi and welcome to You Are The Chef. Well, all this week we are very excited because we're here at the Hilton Hangzhou Chengda Lake Resort. Now, it's quite exciting because we have a chef who's going to be teaching us all different types of ways of using fish. And he's going to be teaching us how to use the fish, also how to clean the fish, everything to do with fish. So, let's go start cooking. Our chef of the week is a renowned chef, Zhun Qingwu. Chef Wu has been in the culinary industry since 1992. Having spent years abroad studying, he has finally returned to his hometown to showcase truly innovative recipes. Today's fish dish is a spicy fish stew. Okay. 那我们做的材料在前面，那这一条鱼你帮我解释一下，这个蛮小的黄鱼或者什么？，全部打完面，跟那个前面一样，小的那个，那特别鱼的下面这一块有鱼鳞，对，这个地方，对，红烧的地方我们特别这个鳍下面。这个要打完干净，清清干净。鱼鳞打完以后，我们先来给它刀记一下。OK。这么切一刀。在那个骨头旁边是吧？对，骨头旁边切一刀就行了。其他鱼就在一边。一边就够了。为什么要做这个？熟的成熟度一样。OK。这个鱼就嫩一点。OK， 好。烧鱼的时候，我们还是准备这几样物品。好，酱、葱。辣椒，对。然后现在爷爷有，这次我们是用红烧的，是不是？对，您猜对了，这是用红烧的，好，那我们这个怎么做？现在？现在先把我们小料切好。OK。切点生姜。这个因为鱼比较小一点，我们要稍微切的细一点，是吧？切的细点。这么细？这个是什么？葱。哦，这个是大葱，你们。好。还有小辣椒，红的辣的不要，绿的不要，这次绿的要一点，也要 ，OK。所以你小的时候吃这个，你妈妈或者爸爸为你烧菜，家里烧菜。一般的话，老爸老妈都会做，都会做啊。哪个烧鱼比较好一点？那可能还是我妈妈烧的好一点。你妈妈烧的好？对啊，从小吃到大。你最喜欢的鱼的做法是什么？就这种。是吗？对呀。那我今天可以做给你试。好，太好了！你妈妈喂过你做这个菜吗？她做的时候我会偷偷摸摸看一下，叫她偷师学艺。好。那现在的话，我们做这个之前的话，跟前面一样，我们一定要把这锅子烧热。OK。不然的话，这个鱼会粘在锅子上。Well, my tip for the day is if you're working with seafood and you want to get rid of that fishy sort of smell in your dish, if you're cooking a Chinese dish, you can use ginger or wine. Or if you're cooking a Western dish, we often use garlic or bai potato or hong potato. Now, 现在是要加油。对。然后把生姜放下去，把葱。放进去，烧一烧，有点热，那我们就先关小一点，然后你把这鱼放在里面，哇，煎一煎。为什么你看到我从烧这个鱼没有煎两面，煎了一面？是吗？知道什么原因吗？不知道。不知道。煎了一面，下面煎出来有很香，干香的那个鱼的腥味都去了。对。那上面没有煎，它的鱼肉质更嫩。所以下面的可能是脆一点，是不是？对，就那个香味出来了。OK。腥味也去了，但这个香味。Okay.好，那我要问你，比如说我们把鱼放进去了，我知道你说了另外一边不要烧的，但是一翻的时候不要翻来翻去，是不是？鱼翻来翻去它会碎。碎。只要这个锅子晃一晃就可以的。
来过着晃晃，它就不会粘在上面。Yeah. 还有一个东西，白酒，我就知道了。现在好，现在加白酒吗？对。多少？好 ，OK。够了。够了。加了白酒，啊，那我们先加点酱油。酱油。对，这是酱油。这是老抽 ，OK， 这是上颜色。我们烧的话需要这个东西，一点点，不多。老抽需要稍微重一点，颜色稍微红一点 ，OK， 看上去有食欲，啊，还需要这个最重要的啊，辣椒酱。哇 ，yum！ 啊，那这条鱼它的刺很多吗？这个刺。有点多，但是烧了以后比较软，不太吃得出来。我闻它的味道真的很不像一般的红烧的味道。对，它需要还是因为这个鱼吗？或者是辣椒的辣椒酱可能是不一样。辣椒酱不一样，这现在需要一点点水，加一点水就。有点像烤的哦，加一点水。对不起，我都在问这个，你说了加一点水，加一点水，加一点水，我。行，水不用多，我们这。刚刚盖住这个鱼就可以了。然后锅子盖了。盖个多长时间？这个鱼大概三分钟就 OK。也是很快的。也是很快。其实这些菜的话，在家里做鱼比较方便一点。对啊，这些菜的话，其实我们做的话，对于我们上班族来说，它时间很短。现在看一下有没有焦或者干得怎么样你看你看这里的鱼，你看这里白的，然后里面就红的，还没有烧好了。对，但是味道非常好，应该都慢慢的进去了。然后我们看一下，把这个汁浇一浇，把这辣椒酱边上浇一浇，这鱼。对，它真的这个辣椒酱的味道非常好，很香的。嗯，但为什么今天没有看到我放盐吗？到现在没有看啊。一个酱油有咸，对，有咸味，这个也有咸味。那糖要不？因为一般的时候我们做红烧的，我们应该是加糖。对，要加糖吗？要加，但是还要稍微吃一点。什么？快好的时候再加。OK， 好。为什么？糖的话加的太早，这鱼的咸味没进去，那红烧味道就 OK 不好。加到后面去。这个鲜味就提出来，那我们这菜就更加味道好一点。是吗？对啊，这是做厨师的诀窍。其实你看材料你觉得你自己可以做，但其实不是。方法真的是非常重要，而且什么时候放这个东西很讲究的。对，与我们差不多了。还需要后面一点点后续问题。盖子打开，香味已经出来了。稍微火关小一点，再把我们最后的辣椒放上去。OK。辣椒放上去以后，再最后来一点白糖。少加一点点，这不能多，太多了有点甜味儿。那如果喜欢稍微甜味的，我还是喜欢咸的。那么就稍微提点，放一点点，提点鲜味就可以了。OK。你现在火再开大了。再开缸啊！对，汤汁给它收一收。I cannot imagine myself. 开大以后，这个辣椒已经熟了。OK， 就不会生的。汤汁干了。那么为了起锅方便一点我们稍微再入锅的时候加一点油，为了亮嘛，或者是淋一点点油上去，这滑锅的时候来得快一点。OK， 那我们就装盘了。OK， 好。清楚了。所以我本来想问你，你是把这鱼全部一起放的，头都是一样的方面，对，所以这样是其实它根本没有动了，它就是一块动了，然后就放上去了。我知道了。你如果在家里做的话，你。转不动，来慢慢一条一条。Before we eat this, let's first review the steps we took to get to this point.
First of all, we took our fish and we cut it down the spine. Then we cut up our ginger and our leek and also our chilies. So then we put the oil into the pan. We put our ginger and our leek into it, made it nice and fragrant. We put our six fish into it, then put all our spices into it and cooked it up. And also don't forget to add a bit of water to it so that it's got a bit of a sauce to it. Then cook it and we're ready to serve.它非常嫩，嗯，但其实不是很辣，我感觉不是太辣了。不是很辣。This is such a cool dish, and again, really, if you love eating fish with bones in it, then go for this one. If you're not one for bones, then choose another fish. But it's also still a really delicious and tasty fish.